精致的现代装潢，典雅的用餐环境，米其林星级餐厅 Restaurant Akram 所提供的服务相当具有水准。在尚未摘星之前，这里的法国菜已经名闻遐迩，精致且美味，盛盘如同艺术般细腻，食材也是上上之选，料理过后的菜肴更是具有丰富层次，水煮鹅肝入口即化，带出红菜及甘草的香气，炭烤牛排将炭汁封在表面，锁住牛肉的鲜甜，乌黑的雪糕是芝麻与竹炭融合，口感浓郁，回味无穷，让味蕾如同巡回巴黎，感受传统融合新派的滋味。